违法侦查有没有？有没有承认错误？你们有没有权利侦查？有没有权利不经检察官指挥之下去做任何的侦查？少将先说，有没有承认错误？违反哪一个法？哪几个法的哪几条？有没有很清楚了？向委员报告，这个案内外流的这三份这个机密资讯，那是我不管你们认定那些资讯是谁的，那些资讯你们有没有权利拿回来去审定它的机密等级？我不管，它是人民的财产，不管它怎么流出去的，目前是人民的财产。你们对人民的财产进行搜索，一定是基于犯罪侦查才合法。基于犯罪侦查要合法的搜索，一定要依法。你们有没有依法？确定没有依法。你们承不承认错误？你第一次回答不承认，来第二次给你回答，承不承认错误？啊？那我因为当时宪兵他是有利的一个赃物罪的一个犯罪。对，你们一定认为他，你们一定认为他是犯罪嘛，所以你们启动犯罪侦查嘛。是。犯罪侦查有一定的法律，你们懂不懂？是。哦、好，而、啊、你们没有依法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报请检察官指挥办案？有没有？因为当时是有。没有，不要当时有或没有。没有经过检察官。没有嘛？啊，没有就是违法，懂不懂？是。